做喵，这个是给你，我要讲台语。我刚刚带那边物件回来，所以我现在要给你看我的袋里面有什么。好，来，第一个就是我的首饰，为什么要给你看我的首饰？因为有一只红公鸟，一只红色的红公鸟，它做古锥的，我去年买的，做古锥是我最喜欢。哦，来在我袋里面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打洗手，这是专门学泰国蜜台式的物件。而且这抹起来，闻起来都香的是什么味？是洗衫巾的味。而且是外国人的洗衫巾，不是台湾人的洗衫巾，所以我感觉足香的。哦，我底下内底是滴什么物件呢？一个囡仔，全世界上古锥的一个查甫囡仔，伊是啥物人？伊是 Diego， 因为今日够寒呀，所以 Diego 伊穿一领大衣，有水无？格子的，而且是明白的哦，足水的对不对 ？Diego 想要做明星。过来者，来者，穿两项物件，这是要惊 Diego 孙子伊要穿的衫，这是咧惊伊的线，这线足好个，因为伊会使倒球，足厉害。吊子吊一个死人骨头，这是什么物件？这个摕出来是一个粪扫袋啊，要创啥？做人爱有公德心，恁倒会走行路，还是放在船船，你都要害捡起来，包包摕去当哪个？好，因为我早早去买菜，所以底下在做这物件，就当安尼尔。像你，我的台语这厉害呢，因为我是高雄人。